阿拉搿样子下去，还会得有将来伐？我现在辣辣帮侬讲吃夜饭个事体。现在有外头人辣盖，我勿想帮侬多讲啥。你能让我再待一会儿吗？抱歉，您得离开了。你们总是这样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我很伤心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乌合之众，
简直就是乌合之众。抱歉啊，要把这儿一一还原，还挺不容易的。你平时都穿这身衣服吗？我是在跟生活带笑。什么？你还记得你打死过一只海鸥吗？有人偶然走来，看见了他，因为无事可做，所以便毁灭了他。哎，侬们都到底忙好了不啦？您真的该走了，下一个客人。现在我可知道了，我也懂得了，在我们这种职业里，不论是在舞台上演戏，或者是写作，主要的不是光荣，也不是荣誉，也不是我所梦想的那些东西，而是要有耐心。要有耐心，要懂得背得起十字架来，要有信心。我有信心，所以我就不再痛苦了。而每当我想起我的使命，我就不再害怕生活了。半年前我的剧团解散以后，我到新的剧团去面试，到头来还是跟刚毕业的年轻人一起竞争，感觉我的阅历像假的一样。剧团的人说三点半之前会打电话给我的。快点来，好了不啦？现在3:27，你能陪我等到那个时候吗？看见底座来了。我昨天晚上突然就在想，之前住在这儿的都是什么人，有着什么样的性格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好大。但转念又一想，这个房间会被还原成原来的样子，我又觉得世界好小。上个礼拜，有个小孩用一张纸叠了一只小鸟，放在这张桌子上，用的就是这样的纸。一个月前，有一对冒失的夫妇不小心把戒指落在了沙发下面，他们拉着我陪着他们找了一个下午。
有的人喜欢用自己带的枕套，有的人喜欢用自己带的热水壶，而我的工作就是不让别的客人知道。走吧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你自己看看这房间，我在下面等了那么久，花2000块钱，你就给我这样的环境啊？你看这窗上弄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是鸟还是什么？啊？你帮我擦掉，你帮我擦掉，这事跟你没有完。你愣在那边干嘛呢？